我是老火。今天的话，给大家分享一期毛货。我们昨天晚上刚怼了一些毛货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给大家分享一下。哇，非常漂亮啊！看一下这件洒水牌，哇，这件洒水牌我看着都喜欢。这件货给大家欣赏一下，哇，这个手镯新雕的洒水牌啊，种水的话非常好，种够了啊，真的，这个非常有意境，飘花的料子，这种泡出来绝对是，起冰的啊。高冰了，我感觉这种出来绝对高冰了。这一块大家猜一下多少钱收的啊？多少钱收的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给我们啊，分享给我，到时候我会揭秘答案啊。这件先不给大家说价格。然后的话就是这一件，这一件上身也是很美，非常漂亮啊，这个花。这个也是手镯新雕的上身啊，这件的话就要亲民一点啊。这件的话是2999收下来的啊，2900收下来的，非常漂亮，期待起货以后的效果。哦，确实是美啊，这个货确实是美，而且非常厚重啊，工也是非常不错的。然后就是这件山水牌给大家看，这件的话也还行啊。这件后面的话是货主要下播了，980番肉下来的，看一下这两个冰符，非常冰的啊，抛出来非常冰的这种货，因为毛货它表面是还没抛光的，所以就有点看不太清楚啊，这样看得清楚一点。这两个的话，是一件是1000块钱怼下来的，这种出来绝对高冰起胶了。然后的话就是这个绿牌子，看一下这个绿牌子，这绿牌子也是很超值的，虽然干了一点，但是色够好啊，色是满色的一个，满色的一个，花开富贵啊，花开富贵，这个的话是2000怼下来的，2000块钱也是比较划算的。然后呢，再然后就是这两个叶子啊，看一下这两个吉阳宫的叶子啊，老坑老走料啊，听声音非常清脆啊，这个的话是2600一个啊，吉阳宫的大叶子，也是比较划算的啊，这个。非常 OK， 老坑种的大叶子啊，还有的话就是这个飘花的露娜飘花的一个平安扣啊，看一下这飘花的平安扣，这个扣子的话是也是比较漂亮的，这个扣子，这扣子后面的话是5000块钱怼下来的，5000块怼下来的啊，然后反正收的货品大概就是这些啊，然后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然后我们到时候这个盲盒出来的话会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啊，然后那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啊。然后大家可以猜一下这块山水牌的价格啊，可以分享在评论区啊，我们一起探讨学习啊，看收贵了没有？这个话非常美啊。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啊，拜拜。